携同逝去了的梦，感想已早恋人换相互送，那以后的难言再也一样浓，食了茫然的风，情怀仍未动。什么意思哥们儿？吃不起菜啊？吃你的是你的荣幸。哥，他们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哥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没事，去湖南呗。喂，媳妇儿，我可能要出去两天。你不用管我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哦，等我回来。怎么了，东哥？在家那边出点事儿。这回我他妈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东子，事儿已经出了，你躲你也躲不了。我不管你是谁的人，记住，这是五道口。东南，你保不住他。东哥以前帮过我，得人恩果千年记。今天保不住，拿命也得保。今天你们谁碰他一下，我让你们走出这个屋。你可以试试。好，这事儿不算完啊，咱们走着瞧。真他妈晦气！给他女朋友打电话。喂，东子把我兄弟打了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要么交人，要么交钱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东子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别多想，在我这儿多待一段，当散心了。喂，喂，老公，家里出事了。别怕，在家等我。哥，你现在不能回家。他们去找你嫂子了，祸不及家人。那行，要回我跟你一起回。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。听好，叫人。给脸不要，那我就给你个大嘴巴子。